大家好，这个视频呢，是我2017年2月份去巴西圣保罗出差，刚好赶上了那里的狂欢节，然后我用手机拍下来的视频，然后时隔2年我放上来，供大家分享一下。这具体是哪个体育场？因为时间太久了，我记不太清了。如果大家去过圣保罗的话，可以告诉我一下。大家看到后面远远推过来这种大车，就是雕像的这种车子，并不是靠汽油或者靠电动的，而是人推的。这车后面站了一排人，推着走的。但是我看到之后也觉得很吃惊。大家一会儿可以在我的视频中看到人推的形象。
这最后一段视频呢，是我专程为后面橘色上衣这个小姐姐录制的，她是我在这个场馆里见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混血美女，可惜没有机会在正面拍摄她跳舞的视频给大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点订阅，谢谢大家。